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回到了这个劳动力的问题，就是真正是因为在金融投机活动成为经济的主导的情况底下，金融投机化越来越不愿意给固化，变成了特定的机器设备厂房，而愿意越来越以劳动来替代资本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因此资本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倾向，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国际分工理论所介绍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廉价的劳工，哪个地方提供了更低的劳动成本，它就会跑到哪里。那么确实有强大的动力是要推动刚才所说的恶化底线的情况，迫使各国都会尽量压低当地的劳动成本。按说正常的状态确实是导致了全球范围劳动者得到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是会不断的下降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中国的特例，就是我们刚才见到中国的劳动者得到的报酬并没有节节下降，而是相反是快速的提升。当然这个提升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来自于劳动强度的提高，比如说以前可能一天工作八个小时，现在恐怕又工作十个小时。但是还是无可否认，总体而言我们的劳动报酬在不断提高，在这个提高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劳动成本还是在下降，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也是在快速的提高。而因为中国一方面是一个特例，一方面是作为全球范围的一个特大型的经济体，特别是在这个劳动者的角度，刚才已经说过1980年到2005年的时候，新增加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里面超过一半其实是中国工人，因此中国工人的待遇的提高对全球范围的劳动者是一个重大的支持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削弱的力量。我们还要留意，一方面是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大规模的进入了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进口也是在快速的膨胀，而且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膨胀的速度更快。我们刚才已经见到，就是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主要还是逆差的，所以呢中国市场构成了一个抵消了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扩展缓慢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这样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的一个力量。一方面是中国产品廉价产品不断的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廉价产品不断的出口，另一方面是因为来自内部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了进口的快速的增长，从而构成了刚才我们见到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格局。中国方面是国际贸易条件节节恶化，其他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条件是在不断的改良。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总结，就是说如果不是中国过去20多年的对外经贸的大膨胀，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中国走出去，世界范围的后劲发展本来可以是另外一种情况，是更恶劣的情况，表现为确实有可能是劳动者的收入与待遇会是更恶劣的情况，也表现为所谓的挤压使得他们的工业化推进不前可能是更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有道理相信中国是在对世界范围的后劲发展总体而言是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而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内部的经济变革无论经过了多少的起伏波折，到今天为止还是以生产性活动作为主导的，而不是金融投机活动作为主导。这个在世界范围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世界范围的金融投机活动。那么
中国的走出去，特别是透过了在世界范围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生产性投资这个模式的对外扩展的一个最集中的表现。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多少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总体而言我们应该得出一个判断，已有的对中国的走出去的负面的判断，就算它有足够的根据，也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而总体而言，中国的各种方面的考虑加在一起，中国对于后进发展，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应该是正面的。